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米饭在日本。今天晴天了，天气还不错，就出来滑雪。不过今天这个风呀，真的特别大，而且还有点冷，也不知道今天雪怎么样。那么我们一会儿再见。比较简单粗暴，总是喜欢直冲，特别容易受伤。有时间呢，讲讲我坐轮椅的事情，顺便跟大家聊聊安全滑雪的事情。三月份呢，粉雪都没有了，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受伤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滑雪。